被极光染成绚丽紫色，画面美到令人屏息。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竟然是西班牙，甚至连低纬度国家墨西哥都有民众目击极光风采。虎头的光柱还有在左右飘摆的，非常好。非常震撼。地球迎接超过20年来最强太阳风暴，中国从黑龙江漠河、新疆阿勒泰，甚至连北京万里长城夜空都被极光染成一片艳红色。不少中国网友啧称奇，表示自己第一次听说北京竟然能够看到极光，实属罕见。まさか北海道でオーロラのような光が見られ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と驚きの声。极光壮丽景色同样在日本北海道璀璨登场，就连石川轮岛民众也能在漆黑夜空里看到些微紫绿色光芒。但太阳风产生的地球磁暴负面影响同样不容轻忽。The solar radiation and particles could damage or destroy satellites orbiting the Earth. Elon Musk's satellite internet provider Starlink says it experienced degraded service earlier, but Musk says everything's holding up. 根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有将近7500颗卫星绕行地球，马斯克的低轨卫星星链就占了60%。为了缓解磁暴冲击，马斯克为此不得不调降系统服务速度。We haven't heard of any major outages from this event, but I'm hearing a few anecdotal reports from localized power issues.Particularly in Scandinavia. 科学家表示，目前并未传出重大灾情。这次超强太阳风暴在南北半球上演精彩极光秀，就连低纬度地区的国家民众也有机会一抬头就看见极光。三立新闻谢涛报道。